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各具，大家阿弥陀佛。我们看课本35页。啊，讲到这里啊，不是三十三页。啊，讲错了啊，看到课本33页，讲到如是我闻的我啊，现在看这个倒数第四行啊，三，讲到现在讲这个闻啊，讲这个闻。好，如是我闻啊，那先讲如是，然后讲我，然后讲闻。闻者今当说。好，问曰啊，这个龙树都用啊自问自答的方式啊，不过这个问是针对外道啊，那么他们对佛法的一些疑问，那么他自己提出来。啊，然后来说明的。闻者云何闻？啊，用耳根闻，用耳识闻，还是用意识闻？好，那么这里举出三个。所谓啊，闻是一种作用啊，是一种结果。那么这种作用是从哪里产生的呢？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呢？因为我们看龙树在解释大智，就是解释般若经里面的一些观念，那么他通常啊会针对外道或是其他部派的不同看法，那么来做说明。那外道比较常有的一种说法啊，就是所谓的有自信啊。那这个跟佛法讲无自性，一切法是缘起和合的观念不一样啊。比如说我啊，也是缘起和合的我啊，并不是真实啊，有一个我。那么闻啊，好，那么现在闻这种，我们说啊，这种作用啊，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存在啊？那先来看。他主要是在说明缘起的观念啊，和合无自性啊，缘起无自性的观念。他说，如果用耳根闻啊，现在找出三个啊闻的一种闻的，所以能够闻啊的三个啊这个原因啊，就是耳根、耳识跟意识。那一般我们说啊，这个根尘识啊，那这里。啊，他后面还会讲到啊，所谓的声音啊，是所谓的尘啊，啊根尘是，那这个闻也是色声啊，闻是闻声，那个声是一种啊，也是一种色法啊，在尘里面啊。好，那他说，如果假设用耳根闻啊，就是用我们的耳根耳朵啊，那么耳根无觉之故。不应闻，啊，因为人觉知的是识，那识有两个，一个是耳识，一个是意识，啊，有六，总共有六识了，啊，不过耳识还是，啊，那么要由意识来分别才知道的，啊，耳识只是觉知那个声音而已，啊，那么分别，啊，就是觉知这个声音，但是就这个声音的了知来讲，啊，那还是要由意识。那他这里说，假设是用耳根，那么耳根无觉知啊，所以啊无觉无知，那所以不应闻啊，那不应知道啊有这个声，他其实是可以闻到声啊，但是那么但是他没有觉知这个声的这种整个状态了啊，所以啊那么因为这里讲如是我闻嘛啊，闻到这个法啊，闻到这个我所闻的这些佛法。
那么如果只是耳根，那就是声音而已啊。那么这声音在讲些什么？是说什么？内涵是什么啊？那这个是另外啊，不是耳根只是接受声音而已啊。那耳识才能够认识，才能够这个，才能够取这个声音的这个像啊，然后认识的这个声音啊，它才有认识作用了。那如果是耳识闻啊，耳识一念故不能分别啊。那这个识，因为识是刹那刹那啊，这个就是识，它只是啊那一个所谓的认知而已，取向而已啊，它取向，它也没有办法啊，因为我们如果闻法啊。那么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概念啊，那它只是耳识，只是接受这个声音像而已啊，它没有办法，也没办法分别了知啊这个法的这个内涵啊。那他说，如果假设是耳识闻，那耳识是一念啊，就是一心啊，就是只是一念一刹那心而已。那么一刹那心啊，相续灭了啊，它也没有办法分别。分别要有相续啊，就是无间，我们叫做无间灭意，要有相续的心啊，那么才有办法分别。所以意啊，后面他会讲意是相续心啊，就是说如果只有耳根，如果只有耳识，那么基本上还是不能啊，对这个所谓的闻法，因为耳识只是一刹那心啊，他接受啊，那么由意识基本上是由一意生识，然后了别，然后由意根啊，意根摄取这一些啊，那么意识分别，那么才能够了解啊所闻的这个法啊。好，那他如果讲好，那意识现在讲意识啦啊，一般我们讲一意生识意识，那五识的升起基本上啊，眼耳鼻舌身意的意识的升起，基本上都是依意根啊。如果意根不作意啊，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啊，那了别这个五尘啊。所以能不能了别色声香味触，基本上是意根在做决定。那意根啊，那么才升起这个所谓的五识啊，或是意识啊，意根啊向内对这个法尘生意识啊，然后又了别啊这个五识所知的、所摄取的这个法尘啊。那么，所以他这里讲到啊，若意识闻，意识不能闻啊，为什么？先五识，是五尘。然后意识是，如果他意思就是，如果单单只是意识啊，那么他这个只是在问哦，他这个只是在非难，非难说你怎么能够稳呢？那你能够稳的就这三个而已啊，那你任何一个都不能稳，那你说稳是什么？因为他这个都不是，都没有办法单独就能够闻法闻声嘛。所以他说，先五识是五尘，然后意识是，啊，就是说意识是心所啊，意识是心啊，意识是心所啊。那么也可以讲，这个意根基本上意就是心啊。那他说最初你的意识是怎么来的？先五识认识这个五尘啊，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，这个是感官啊，五根，那五根里面啊，那么接近到五尘啊，就色声香味触，然后他们就会产生了，就是他意识其实在里面起作用了，所以他就会有所谓的五识是五尘，眼耳鼻舌身啊，那么识别色声香味触，然后一般我们会说根尘合合生识。根尘是和合深处啊，所以感官在面对境界的时候啊，耳朵在听到声音的时候啊，那么它基本上
开始会产生所谓的了别的作用啊。那么应该这是我们所谓的认知的作用啊。那么耳朵接触到这个声音，那么它开始啊，那么有所谓的认识、认知作用啊，认识。那么意识，意识就是内在的心啊，那么在摄取这个五识所了别的五尘啊，所以意识，然后认识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就是说，我们透过感官认知到的境界，会在内在的意识产生了别认知啊，其实这样。所以说，然后意识再去了别这五尘的境界，五识所了别的五尘境界，意识不能是现在五尘啊。这现在讲的都是就是外人非难的了啊，就是说你意识没有办法认识现在的五，因为我们现在限量，限量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是由感官所看到的，耳朵所听到的是由感官所认识的。那么意识在，意识是心法在里面，它没有办法啊认识外在的境界啊。你眼睛闭起来啊，假设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了，那你就看不到了，意识哪里知道前面的是谁啊？没有办法啊。意识的知道是透过眼视啊，这是眼视，然后他意识再去明了觉了解的啊。那么所以他说，若意识能是现在无成者啊，他说意识为能啊，意识不能是现在无成啊，那为是过去未来无成，因为你过去跟未来的它叫做法尘，就是心，你的心里面想着一些就是没有现前的事，不见不闻的时候，你不见不闻的，你感官没有起作用的时候，你会想一些过去的事、未来的事，这一些事不需要感官的配合，它就能够作用。但是你现在看到的、现在听到的、现在摸到的这一些，那么必须感官的配合啊，感官的作用，你的感官起作用，那么你才能够啊了解啊。所以他说不能是现在五尘，那必须要感官的配合作用，起作用了。可是你想过去、想未来的这些事，啊，那么这个不用。所以他说，意识不能是现在五尘，为是过去、未来五尘。假设意识能是现在五尘，啊，那盲聋人亦应是声色，啊。那么你说，假设意识，因为意识，你说不是意识闻声啊？因为什么？意识不能够听到啊，这个，但是他不能够，假设感官没有起作用，他没有办法啊听到这个声音。如果可以。啊，他对于现在，比如说我现在讲话，你们听得到啊？那当然你是透过你的耳根起作用，起了别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啊？但如果没有啊，如果意识单独能起作用，那不用耳根，不用耳识，他也能够了别。那这个聋子啊，眼睛瞎的人也可以看得到，耳朵聋的人也可以听得到，音识声色啊。那么为什么意识不破？就是。眼睛瞎的人只是眼根破，就是没有作用啊，眼根没有作用，不起作用啊，就是他不起作用了啊。那么耳朵聋的人啊，那么他是耳根不起作用了，耳根不起作用，耳识就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识别嘛，因为根尘和耳才能生识嘛，你都没有耳根，你就没有办法了别声音。像如果聋子，他就听不见了啊，我在说什么了。那意识不破，就是说他的意识并没有，他的意识并没有损坏，啊，他的意识，眼睛瞎的人，耳朵聋掉的人，啊，他的意识并没有损坏啊。为什么？他也是能够想啊，啊，他也是，他还能够摸得到啊，啊，眼睛瞎的人还能听得到啊，耳朵聋的人还能看得到啊，他也有视啊，啊，他也有意识啊，啊，那所以意识不破就是盲人。啊，也有啊，聋人、盲聋人也有这个意识，它并没有损坏，它并没有不能作用啊，所以这个是来讲啊，其实它就是从你说你不应该说有闻啊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闻是从哪里闻啊？耳根、耳你是从耳识，是从意识啊，是从耳根啊，那都没有办法闻啊。好，那龙树就这么回答，他说。啊，非耳根能闻声，亦非耳识，亦非意识。好，那这是从三点，我们叫做
啊，一般我们叫做根尘识啊，但是这里是根耳识跟意识啊，根识啊。那么后面啊，因为它是针对它上面的说的啊，这个上面这三个非耳根、非耳识、非意识，是针对上面这个问题说的，因为他说不依耳根闻，不依耳识闻，不依意识闻，他用嘛？用意根闻，你是用意根来闻，用意识来闻，用这个意识闻，用耳识闻，还是用耳根闻啊？好，那所以他这个是针对上面说的啊，非耳根，非耳识，非意识。好，人闻声识，那么能够听到啊声音的啊，其实闻法嘛啊，能够听到声音的这些识，是从多因缘和何故得闻声啊？不得言啊。一法能闻声啊，你不能啊，是很多的因缘和合，所以我们能够听到声音。你不可以说啊，你不可以在这里说啊，那么单独啊，有哪一个可以闻声啊？好，那底下的解释啊，那他就不单是用耳根、耳识、意识这样来讲，他就是用根尘识啊这样来说。好，那他说何以故？耳根无觉故。不应闻声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第一个耳根无觉故啊，他说因为耳根是一种生理结构啊，它是一种设法啊，就单单耳朵它不能啊，也就是它没有知觉的这些作用啊，那所以不应闻声啊，就是它必须耳根必须要有耳识它才能够闻声啊，那如果有耳根没有耳识，那么他也没办法闻声啊，所以他无觉故啊，因为他只是一种生理啊，生理的存在而已啊，物质的存在了啊，那么不应闻声是啊，现在这里比较麻烦的就是这里啊，是无色无对无触故啊，那么亦不应闻声啊，前面就是耳根假设。那么假设单单只是耳根啊，那么他当然没有办法闻声啊。那么如果只有识，那么也没有办法闻声啊。那因为他就针对上面讲的啊，你只有耳根当然没办法闻声啊，你是用耳根闻啊，你是用这个耳识闻，你是用意识闻啊。当有耳根不能闻声，因缘和合，他在强调因缘和合啊。当有耳根没有办法闻声啊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觉知。当有耳识。啊，单有耳识，啊，那么无色无对无处，啊，那么这个识可以包含耳识跟意识，啊，因为他前面是讲那耳识用耳识闻用意识闻啊，是这样。他回答的时候啊，把这个耳识也不是用耳识，也不是用意识，啊，因为他问的时候是，啊，他是这样。啊，现在这一部分都比较麻烦了哈。好，他问的时候是用耳根、用耳识、用意识。他问的时候是用耳根、用耳识、用意识。回答的时候，他回答的时候是啊，这个非耳根、非耳识、非意识，然后啊，然后底下讲啊，非耳根、非耳识、非意识。然后后面详细回答的时候啊，他说这个耳根无觉故，不应闻声啊。第一个是耳根无觉啊，那这里讲啊，这第一个是非耳根啊，然后这个是啊无觉，
那这里是所谓的无处无色无对无处无色。无对无处，他是用是啊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他回答的时候是用这个根是跟这个身根是身啊，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们这样写比较清楚，根啊根，这个是耳是跟意是，他就用这个是来回答。然后另外有一个所谓的身，就是尘，所以它这里就变成情尘意合合，情尘意合合啊，情尘意合合，然后生闻声啊，那么他后面因为根尘是他还要他后面再解释这个声，然后他问的时候其实是问这样啊，然后他把耳识跟意识就用这个是啊，等一下来说明啊，然后后面再举，单单有声，单单有根不行，单单有是也不行，单单有声也不行啊，从这样来说明。那他问的时候是用耳根闻，用耳识闻，用意识闻，那么他前面的回答当然是针对他是。非耳根，非意识，非耳识，非意识。那后面详细的解释，啊，就用情尘，情尘意啊，那么就是根尘识啊，啊，我比方我们讲的根尘识，根尘识啊，根尘识和合生触具受想识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来讲啊，所以这样看就比较不会混在一起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解释。那他这里讲啊，我们这里看好了，他说啊，是第一个先讲耳根无觉啊，因为单单只有耳根，单单只有耳根啊，那么他没有是的作用啊，无觉啊，基本上就是单单只有耳根，那当然不能闻，因为闻声啊，我们叫做根尘识，他必须配合啊，这里讲的情尘意了。六根其实叫六尘啊，为公为什么叫六尘呢？因为六根是我们的身心，那么身心不离开身心叫做有情，有情叫做有情爱有情事，那因为这个根身又升起这个种种的情爱情事啊，本来的情爱情事，那依这个根身根尘是触对境界，那么又升起种种的情爱情事啊，所以六根有时候叫六情啊，六根有时候叫六情。那这里用情尘识啊，好。那么根尘识，一般来讲，根尘合合生识，根尘识合合生处啊，然后处具身受想识，这个是《阿含经》里面常说的，就是我们的身心作用，我们到底身起怎样的作用啊？那么这个受想识一般来说啊，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心所或法尘。那么它必须这个是啊有一根，那么这个是根尘识，它基本上有分六识，那六识里面有分前五识跟意识，那么基本上都是从一根来，一根也可以说是心啊。那么有所谓的这个心所触对境界，就有所谓的心所。那这个心所一般。啊，也可以说叫做法尘，意对这个法尘啊。那么这里主要在说明啊，那么我们可以见色闻声，基本上是一种综合的心理作用。好，那么这里说啊，单单耳根故没有办法闻声，是无色无对无处啊。那么是无色无对，一般色有色有对。这个是所谓对色法尘啊，对五尘，五根对五尘嘛啊。那么色法基本上是我们叫做对是执爱了啊，就是它占空间可分了啊。那无处啊，这个处基本上就是假设只有是没有根没有尘，那么它不能闻声啊。那因为处基本上六路处啊，六根啊。
那么像这里啊，那么后面也有讲这个啊，耳根不破，身至可闻处啊，那就是到耳根里面啊。那么所以它没有可闻处啊，没有根的啊，没有。如果你没有，如果你只有识，那么你没有根，没有耳根，当然就生不起了耳识啊啊。那么也没有尽，没有尽啊，根尘是尽。我说像根尽是没有这个尘，那么也没有办法有闻声这样的一个情形，一个作用产生啊。所以这个主要就是说啊，单单有什么都没有办法成就这件事，必须要合合有才可以，不是单独从根从识啊，或是单独有声就可以啊。因为前面没有这么问，但是后面啊，依于根尘识合合生处，处具受想思啊。那么一般啊，像印顺老师就把这个叫做法尘，意对法尘啊。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心所啊，心理作用，那么都是透过感官而有的。处对境界，所以佛法在讲六路处、十二处是一切法，就是这样。那么你眼耳鼻舌身对色身香味处，那么产生的这一些种种啊，那么会到意根由意识来了别。那意根自己也有自己了别的东西啊，所以我们叫做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处法，这个十二处啊，那就产生一切的这个心所，一切的境界。那他接下来讲啊，所以说故不亦不应闻声啊，故亦不应闻声啊。那么无对无处处也不应闻声啊，不能闻声也是不能闻声啊，不应闻声。好，那后面跟着讲，他说声无觉无根故啊，所以他这个他前面没有问，但是他基本上这个就是。一般就是但有耳根，但耳根，但耳识啊。但是单单有声啊，因为它是根尘识嘛，情尘意。因为它这里在解释情尘意啊，这是根尘识合合了啊。好，那么基本上，所以他说声啊，就是单有声音，但有声音，那么没有识觉就是识啊啊。没有识啊，无觉啊，就是没有识，识才能觉啊，识就是了别啊，啊觉了啊，啊觉知了别啊，啊识别了别吧、啊。那你没有识啊，识就包括啊耳识跟意识啊。那么其实一意生识，它基本上识就是一个心的 啊一个心的作用。那么心在眼睛眼根上起作用，叫做眼识；在耳朵上起作用，叫做耳识。它要透过这个窗口，它才能够看到那个境界，然后回来分析、收集资料、分析啊，这样啊，依过去的经验啊，依他的这个知见，依他的观念，依他的情绪，然后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分析，然后再做出反应。通常我们是这样的、啊。好，那所以无觉。亦无根故啊，没有耳根啊，所以没有这个啊，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啊。那么单有声音，那也没办法。当然，你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，没有声音，那也听不到啊。好、啊，哪里听得到啊？你耳根好的，但是我没有讲，你哪里知道？你哪里去听啊？你的声音哪里来啊？没有，所以要有声音。好，所以亦无根故，不能知声，也没有办法知声啊，没有办法了解。这个声音啊，那么耳识啊，他现在就在讲耳识，所以他这个是情尘识合合啊，情尘识合合，这个是情啊，那么情啊情，耳根不破，他先讲啊，那么如果啊耳根不破啊，就是一时啊，那如是我闻，如是我闻啊，那个时候耳根不破，就在那个时候。啊，假设了啊，就是他能够闻声识啊，这种状态下啊，在这种状态下，他能够闻声，哪种状态呢？耳根不破啊，第一个耳根不破啊，那么所以因为耳根不破，然后有声音啊，必须要有声音啊，你没有声音也不行啊，然后声至
耳根不破，身至可闻处。啊，那神言要到什么？要到耳根，可闻处是耳根啊。啊，你的声音传不到来，没办法，为什么？隔音设备隔掉了，没办法。或是没有传进来，那没办法。身至可闻处，要伸到可闻处就是耳根嘛。啊，你耳根不破，所以他伸到耳根啊，这是可闻处，可闻处是耳根啊。啊，所以这里没有处，没有可闻处。啊，然后意闻啊，然后你意识，那基本上是这样啊。那么你的心必须要去听，我们叫做逐耳谛听，就是这样。那你之后闻，你虽然听，但是你虽然是有听，但是你不放在心上，你心不在意的话，那么伸进去的，那么你也没办法了知哦。啊，听就你根本有听不懂，或是有你有听，但是没有，只是声音有在听，但是我们叫做马耳东风了 那么他并没有被心所了知了别啊，所以他基本上啊，那么意根假设不作意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心假设不如理作意或不作意的话，那么这个声音讲是讲，举个例来讲，那么我们晚上也有很多声音啊，你没有仔细听，没有专心听，你听不到，真的啊。那你的心在想其他的事情，或是专注在看其他的事情，那么即使旁边有人讲话，你也听不到的啊，你也不一定听得到啊。这一根不起作用，他耳根没有坏啊，啊，声音也有啊，啊，那么他耳识也有，但是他的一根就是他的心不在那里，所以就吃东西也一样啊。这心里面一直在讲一件事，一吃吃吃，他只是吃，但是他没有味道的啊，那一样啊。那这个作用基本上就是说，他说啊，那么意欲闻啊，就是意欲闻啊，意根要起作用。好，那情尘意合合故耳识声啊，就所以他这里就三个啊，声啊。那么耳根情啊意啊尘情尘意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嘛啊，所以情这个是情，这个是尘啊，我们叫尽，有时候叫尽根尽识啊，情尘意，情尘意合合故耳识声。那么你耳朵了别哦，在说什么啊？那这样。随耳识声意识能分别啊，那么有耳识啊，分别这个声音，然后意再去取决，那基本上意根是最主要的了啊，意根，然后有意根就生意识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，所以叫做一意生识。好，那所以他这里啊。讲到啊，其实四到底是有六个还是一个？一般有不同的说法啊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四它就是心的作用，四它就是心的作用。那只是对外叫做五识啊，那对内叫做意识啊。那么五识收集来的资料还是要经过意识啊，所以它这里随耳识生意识啊，就是五识了别的境界啊，还是要有意识才能真正啊，那么去分析啊，去做判别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啊，这个是说到啊，这里我们说他现在讲这个文啊，你看他一个文字，他就可以解释那么多啊，种种因缘得文身，以是故不应作事难啊，那你不应该啊，然后这样来非难啊，来为难啊。那么说啊，那么到底啊谁闻声啊？那么基本上谁闻声就有三个问题啦。那是谁？那就是我。那我不是无我吗？啊，那么闻是一种作用，什么作用啊？那么声又是一种什么境界啊？佛法中亦无有一法能作、能见、能知啊，以是故啊。啊，他说，如说偈，好，那这个偈基本上
啊，佛法中一个相当蛮重要的啊，它叫做啊这个第一义空间啊。好，那他说有业亦有果，无作业果者，此第一甚深，是佛法，是法佛能见，虽空亦不断，相续亦不长，罪福亦不收，如是法佛说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解释这个记，然后等下来看那个第一空经到底是在说什么。好，那这里讲到啊，他说有业亦有果啊，有业报啊，也有果报，有业有果报了啊。一般我们是一业轮回嘛，那轮回就是三界六道的果报嘛。好，那么造业受报这件事，报果就是果报，造业受报啊，那么这一件事是有的啊，但是不是无我吗？那谁造业，谁受报啊？没有做造作业的人，也没有受报的人，但是有造业有受报这一件事，这个是有的。那这样听起来很奇怪啊，就是没有造业的人，但是有造业这件事，没有受报的人，但是有受报这件事，那这样到底是谁在受报，谁在造业啊？那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啊。那他说，此第一甚深，是法佛能见啊。那么这样的道理很难得明白，甚深啊，就是一般人不容易了解啊，想不来了。那我们说之前波斯匿王单单对佛说的，说我们因为有爱才有痛苦，如果没有爱就没有痛苦，他听了没办法理解啊，这种还没那么深啊，这种我们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了啊，所以后来跟他讲一下就知道，但是这个就比较深了啊。那比如说他跟那个波斯匿王听到佛说跟人家讲有爱才有痛苦啊，没有爱就没有痛苦，他很疑惑，不是没有爱才有痛苦吗？没有人爱，也没有爱的人，那这个人才会痛苦啊？怎么会有爱才有痛苦呢？啊，爱有多深，痛苦都有多深啊？他说，佛会不会是讲错了啊？或是这个不是佛说的啊？所以他一直很疑惑啊，然后就问茉莉夫人，茉莉夫人是很虔诚的佛弟子，这个真的是你师父说的吗？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？啊，听起来不像有智慧的人说的，不能明白，疑惑。那这个后来经过佛解释以后，他就知道了啊。茉莉夫人也跟他解释啊，说那么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啊，你因为爱是不会痛苦，但是爱会有无常，所以叫无常故苦嘛。你爱的人失去了，你会不会痛苦啊？会啊。你爱的时候不痛苦，你不感觉痛苦，而且还很幸福啊。不管是你爱的人，爱你的人，你爱的时候你不会痛苦。当爱消失的时候，产生变化的时候，你有多爱你就有多痛苦。这个人你不爱他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，产生变化了，你不以为意，这个人在你心目中非常有重要的这样的地位，他一旦产生变化了，你有多爱你就有多痛苦。哎，这个听起来容易啊，这个虽然一开始有一点疑惑，但没有那么深啊，还可以理解。哎，听了就很容易理解嘛。但是有做造作业有受果报这件事，但没有造业的人，没有受果报的人，那么这个实在是很难解释啊，老实讲，而且不容易理解啊，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理解的。所以他说此第一甚深啊，其实叫做第一义空间啊。等一下我们再来写第一义空间啊，先把这个我们先稍微理解。他说这个法只有觉悟的人，佛能见，佛是觉悟者啊，只有觉悟的人能够见，能够知啊。那么这其实是什么？那就是说圣者才能知了。那断我见的人，离我见的人，他才能够知道啊。那佛才能够就近知道。那么正出果恶果已经断我见的人，他也知道，但他还没有就近彻底的知道。啊，那但是他已经
他已经知道了，知道啊，确实是啊，那么有业有亦有果，无作业果者啊，这个他知道啊，出果他就知道了啊，但是到阿罗汉佛才彻底知道，断尽了这个我执嘛啊，所以基本上你看《金刚经》，须陀洹能作思念，我得须陀洹果否？斯陀洹能作思念，我得须陀这个斯陀洹果否？阿那含能作思念，我得阿罗汉道否？阿罗汉能作思念，我得阿罗汉道否？啊，那么佛于燃灯佛于燃灯佛前啊，那么有得色即否？啊，佛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？啊，那么基本上，其实这个都是什么？有造业的人，他不管造的是什么业啊，善业、恶业、有肉业、无肉业，有受果报的人啊，有肉业就受三界六道轮回的果报，无肉业就受啊四双八倍解脱的果报啊，那都有啊。但是啊，不管是轮回的还是解脱的，都有那个业，有那个报啊，有四双八倍啊，啊有三界六道啊，啊有肉业，有无肉业啊，有清净业，有杂染业啊。啊，那清净业就有这个四双八倍的果报啊，啊，有四圣的果报，四双八倍有四圣的果报，那个清净业有四圣的果报，那么杂染业有六凡的果报啊，四圣六凡啊，十法界。好，那这个法是这样的一个法啊，就是其实就是无我了啊，那么只有佛能见啊，就佛能够彻底了知了。那基本上是圣者就能够见了，啊，就见法，见法就是见缘起，就是见无我，就是见无我，就是见这个道理，啊，无作业果者，啊，那么作者、受者，啊，那么基本上都是我的另外一种，啊，另外一种这个说法，虽空亦不断，相续亦不长，啊，空就是无我，啊，虽然无我，啊，但因果业报。并不是没有，啊，不是断灭的，并不是没有，啊，那么虽然业果有相续，但也不是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，啊，相续亦不长，所以罪福亦不失，啊，所以造善业就有善报，造恶业就有恶报，啊，那么修无漏业就有无漏的果报。啊，有肉业就有肉的果报，啊，那么罪福亦不失啊，就是业果报不失了，啊，那么如是法佛说，啊，那么是名佛所说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部经里面啊，它引用这个第一义空经啊，我们。那这个在可以说在观念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，有业报而无作者。那这个一般人是不容易理解啊，但是佛法如果你从无我的角度去看，那基本上它确实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他说啊，杂含三三五经，它叫做第一义空经啊，杂含很少有经名。杂含很少有经名啊，但是几部比较重要的都有经名。那么在讲无我、讲空的，基本上很小空经、大空经、第一义空经都有经名啊。那有经名表示说，那么这个比较常被讨论，或是比较重要，大家要背起来。那给它一个名字啊，好容易记了啊。那么有些是它本身里面就有啊，比如说杂含三三五经。他说：“这个我今当为汝等说法啊，佛陀这样讲啊。所谓第一义空经啊，我们写重要的就好啊，所以这一本就叫做第一义空经。”那么这个也有可能是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有一个经名，很可能
是后来佛弟子啊把它加上去的，啊也有可能啊，啊比较不会是我们这样来想啊，就可能比较不会是佛当时就跟弟子讲，我现在来跟你们讲第一义空经，我们稍微想一下，佛可能不会这么说了啊，我来跟你们讲第一义空经啊，那一般来讲比较可能不会这么说啊，那么但是就是像这种第一义空。第一空经这样的一个观念，那么大圣经典比较有啊，每一部后面都有经，而且一个经都有好几个名字。那么阿含经里面，中阿含每一部都有名啊，中阿含最多啊，中阿含讲业报的，他中阿含都有经名，中阿含都有经名。那么杂阿含多数都没有啊，那就是说我们稍微想一下，2500年前佛他基本上应该不会说，来来来，大家来，我来跟你们讲第一义空经。他是说啊，我今天来跟你们讲第一，他没有先讲经名的，他大部分依阿含经的习惯啊，所以这个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就是佛自己在结集的时候，啊、这很重要嘛，很重要，所以他就先给他按一个经名啊，第一义空经，然后前面就加上啊，佛说啊，我今当为奴说法啊，那这个可能是所谓的夹注或是说注解啊。我今当为奴说法，好，那但是他就放在经文里面了，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经文的一部分，啊，那他说啊，《诸比丘》啊，这个很有名，很有名的一部经了哈、啊，所以我们就引得出来看啊，《诸比丘》，其眼，他说眼生时无有来处，他是从六处里面眼生时无有来处。啊，就刚才我们讲这个耳听的听到声音啊，眼生时无有来处。灭时无有去处。啊一样啊，其实是眼。啊它也不只是指眼啊，它其实就是你的心啊，眼睛面对境界升起眼视，那啊，升起这种种的心手，根近是何而生处？啊，处具受想识，受想识其实就是意根所产生的啊，意识所对的境界啊，意根意识所对的境界啊，眼灭时啊，这个是它是生时无有来处，灭时啊无有去处。这看起来好像是在讲啊，这个眼睛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并不是啊，那么有这个有一个实在的法啊，那从这边来啊，我看到了啊，这个我看到你啊，你进到我的眼睛来了啊，我没有再看你了啊，你就从我的眼睛又失去了。它其实是重点是在讲心呐 啊心所，因为根尘是何而生处啊，根尘一般是这样。啊，根尘和啊，生事就了别，根尘是和生处，啊和啊生处，然后处有处之后就有受想识。处具生受想识啊，应该是这么说啊。处具生，具生就是同时升起啊，受想识啊，受想识都是所谓的心所啊，那也是所谓的法尘。这个受想识都是心所，处也是啊。那么唯识把它叫做五片形啊，然后还有作意啊，处作意受想识啊，然后这个是处啊受想识，那基本上都是啊，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心了啊。那它虽然在讲眼啊，但是重点是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啊，眼耳。这是身心，其实是我们身心。那特别是这个意啊，
这个是心所，这个是色法，这个就是心啊。那以意为主啊，那么色，这个色身香味触法。讲到六根的时候，基本上是因为重点是六根会面对六尽，那么所以它会产生种种的心所。那么如果简略的讲，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啊。那我们说这个法啊，基本上就是受想行啊，这是从这里的啊五识五根所认识的五识，五根起根尘合而生识，他就会认识啊，就有五识啊，就是眼界所生色啊，那么他就有识，这个产生就认识，然后这些又会到这里来啊，那么会了知有意根啊，所以有意生识啊，那么这里啊，基本上我们讲受想识，色受想，然后会生识啊，意会有意识，然后会有受想行，然后这里就是五蕴了。啊，然后这个是色，色受想行识啊，它基本上就会有这种。好，那眼生时无有来处，眼灭时无有去处，它重点是讲这个心，啊，它重点其实在讲这个心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啊，先下课好了啊，我先把这个抄一下。我们先下课啊，无有去处，如是眼不识而生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。然后这里讲到啊，讲到这一个祭，那中论里面啊，它是我们先来看这个，先来看这个杂案三三五节啊，那这个相当于啊，师父是宋朝，这个也是宋，但是这个是求那跋陀罗翻译的，他也是宋，但是他不是南北朝的宋，宋齐梁陈的宋。啊，杂含经是求那跋陀罗翻的，啊，中间这两个人相差了大概500多年啊，那么这个是宋元明清的宋啊，这个是宋元明清的宋，啊，就是我们讲的宋朝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刘宋，啊，这个也是宋，宋齐梁陈的宋，啊，宋齐梁陈跟宋元明清不一样，啊，南北朝是宋齐梁陈。南朝的时候，宋齐梁陈，这个是宋元明清啊，那不一样。好，那这个是后来才翻译的，叫《圣义空经》，也可以参考了啊。他可以参考他翻译的，只是跟大家讲好。那么以杂含为主啊，哇，他说这个叫第一义空经啊，他的法翻叫《圣义空经》了。好，他说衍生时无有来处啊，那衍灭时也无有去处啊，基本上就是。眼睛看到境界啊，升起眼识啊，就有触嘛，啊，我们讲只要是根尘识和耳生触，触具受想识开始有所谓的心心所，啊，那么就是我们的认知，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存在，基本上他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他我们认为我们存在，基本上是无蕴嘛，色受想行识色，然后心有受想行识。那么受想行是怎么来的呢？当然是根尽四合合而有的，啊，这些受想行怎么来？根尽四合合嘛，根尽，啊，就是眼睛啊，比如说眼睛，啊，看见色，眼睛见色，啊，它重点不在说，那我眼睛其实是不真实的，不是，它在讲眼耳鼻舌身意，那讲眼耳鼻舌身意一定是六根对六尘，啊，一定是这个。啊，如果讲色，他不是单单在讲色，他讲的这个身心后面一定是受想行识，啊，所以后面就耳鼻舌身意，那他也不是重点在讲六根，不是，他也不是在讲六根，他说我们这个六根啊是不实在的，当然他重点是在讲这个生命，这个身心，所以后来就有缘起嘛，缘起就是生命的现象啊，分析这个生命的现象跟这个身心现象嘛，缘起就是这样啊，好，所以。啊，它的重点，当然你如果要照字面的解释，它就是啊，那么这个眼界啊，就是我们的眼睛啊，看到东西的时候，它并不是实在啊，有一个什么东西啊。如果我们要解释的时候啊，它就说哦，眼睛升起的时候，那什么叫做眼睛升起啊？眼睛升起的时候啊，并不是啊，那这个眼睛从别的地方来啊，那么或是我们让我们的眼视升起了啊，那。我们眼睛不作用的时候啊，并不是那眼视跑到其他地方去了，那个是有一个法，因为它重点要讲有一个法，有一个实法，啊，有一个实法的存在啊，它重点不在，它重点是在讲这个。那么我们对于实法的存在比较严重的，其实就这两个嘛，一个叫做我执跟法执嘛，啊，那么我基本上就是所谓的身心无蕴，无蕴。那法是身心所面对的这些境界，或是你各个身心各个一一的法啊。那所以他，你看他说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啊，比如说我们的身心现象啊，它并不是啊，就是我们会起这些现象，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耳闻声一样嘛啊，它都是因缘而合的啊，因缘生它就有，因缘灭它就没有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身心也是这样，因缘而合的，但是我们很明显的。啊，就是有受苦乐业报啊，受想行识这些，那么有苦受，有乐受啊，有种种的这一些境界了 啊。那么，所以他告诉你啊，他这个是所谓的生命，它本身是依业而有的，有业报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身心现象嘛啊，就是我们的生命缘起。像他讲俗术法缘起，持有故彼有，这个是持有故彼有。
所以他后面就解释啊，此有故彼有，何谓俗术啊？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。他有跟没有，生跟灭，他都是因缘和合啊，那此无故彼无。那我们这个生命基本上是依业而来的，它是一种业报身，所以它眼耳鼻舌身是业报身啊。那各个不一，各个业报身不一样哦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它的业报身不一样，它不一定是眼耳鼻舌身，但是它是指，因为它讲给人听的嘛，它当然以人为主啊，是有业报而无作者，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在受业报，但是我们所谓的我就无蕴啊。那从这里讲叫做六处啊，啊五蕴六处嘛，啊那这个五蕴六处的我是个业报身，是有业报。那你现在造作业，你仍然还会受报，但是并不是有一个实在不变的我，有一个我，但这个我不是实在的我，这个我是缘起和合、生灭无常的我。但他不是没有，所以他后来会跟你讲，啊，那么虽空亦不断，虽有而不长，啊，那他并不是没有，他有，但不是实有，啊，他有，这个是中论的，虽有啊，他这里讲的一样，虽有而不长啊，那么他是有，他不是没有，缘起有，假有，合合有，啊，那只要因缘相续，他就会一直存在。那么因缘断了，它就不会有。长夜轮回就是你让它因缘一直相续嘛，所以它会一直存在，一直存在。不知苦之本际，没有解脱的日子，一直有，一直有啊，一直有啊，啊。那但是你把那个有的根源断掉了，它就没有了。但是没有也不是断灭，也不是完全消失不见，啊，入了涅槃，阿罗汉入了涅槃，它并不是就是完全没有了，嗯，啊，那也不是。也不是这样，那这样修行到解脱，那好像那也很奇怪啊，那也不是这样啊，所以他告诉你有业报而无作者，作者受者死作者啊，作者死作者，受者死受者，起者死起者，我人众生受者命者啊，众生啊，那么这一些养者育者生者啊，那么这一些都是我的代名词。从不同的角度看，那么如果从受业报的角度看，它就叫做作者，啊，造业的，从造业看，它叫做受造作者；从受报看，它叫做受者。作者、受者都是我的代名词，啊，都只是我，都是有一个那个恒常不变的东西在里面。所以此因灭以一因相续，因就是五蕴啊，啊，就五蕴。啊，那无蕴生才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嘛，因为这个是造业，他从这个地方业报讲，要从眼耳鼻舌身意讲。如果你从色受想行识讲，比较也是可以，但比较没有办法讲清楚，因为我们所以会起惑造业，是因为境界，因为境界心转，拿无明相应，所以我们才会起惑造业。那么因为造业业力相续，成熟就会受报。受报又会感知这个身心，这个身心又会起惑造业，就这样，啊，循环，啊，所以他如果要讲造业受报，基本上都会从感官面对境界六根对六尘，就是十二处，从这个地方去说。那如果要简单讲一下五蕴身心的，啊，那么基本上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受想行，就是你的心归结到心来讲。但是心为什么会有受想行？面对境才有的啊。那境怎么样起受想行的？感官啊，六根啊，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所以他在大部分如果要讲造业的部分，都会讲眼耳鼻舌身意这个，啊，他重点不是眼耳鼻舌身意，是这个心心所啊。那么此因灭矣，啊，这个因就是五蕴，这个身体，这个业报身，这个业报身死了之后有业报嘛？这个业报身死了后，还有另外一个业报身会相续。为什么业报相续嘛？业果会相续啊，所以此因这个是业报身灭矣，没有了，受报完了吗？死掉了吗？啊，一只蚊子两个礼拜就死了，最多一个月啊，一只狗顶多二十年啊，一个人120岁啊，然后就没有啦。一个天人可能几万岁、几千岁不一定，看是什么天。然后一因啊，另外一个业报身又会起来相续，
就这样除俗数化，就是说没有一个实有的啊，没有一个实有的，那只有缘起法。所以见到的人但见缘起，不见有我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啊。那实际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，那个因为外道他会认为，多数的外道了啊，他就是不是常见就是断见嘛，不是常见就是断，就两种而已。常见就是我们说的离运我，离开这个身心之外有一个我啊，或是我在身中身在我中啊。那么断见基本上就是这个身心就是我，所谓的心不过就是物质的反应而已啊，它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什么心啊，那么它就是一个身这个物质的反应而已啊。那么就好像石头碰石头，它也会有声音，但不是石头发出来的声音，它只是石头相撞自然会有。你不是说那个石头在喊痛了 没有啊，也不是这样。那么物就是唯物论啊，基本上会认为我们的所谓的感情作用基本上是物质的作用而已啊，那个死了就没有了，那个是断见。所以佛法基本上中道在离常见跟断见啊，常见跟断见。所以他这里讲啊，那么除就是唯有，除就是唯有缘起法啊，只有这个法啊，只有故彼有。那么而彼者生意也是这样，除俗数法，只有缘起法，因缘生，因缘灭，它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实在的法。好，那么从这个大智论啊，那也是用中论的这种说法啊，我们来看，他说大智论里面是说，这个虽空亦不断啊，相续亦不长啊，他是写相续亦不长啊，那这个是中论里面的虽有亦不长，罪福亦不失啊，业果报不失啊，业果报就是罪福了啊，业报啊有罪啊跟福啊，就善业跟恶业了啊，那也不会失坏啊。那他的意思啊，这个是我们对看中论跟这个大智论里面的啊。那么大智论跟中论都是龙树做的，那不过我们发现鸠摩罗什在翻译的时候，同样一个名词他前后翻，即使是同一个名词前后翻就不太，有时候会不太一样，那何况不同的书。因为中论也是罗什翻的，这个大智论也是罗什翻的啊。那即使同一本书里面前后有时候同一个名都会翻不一样啊，何况是不同的书啊。那所以它也是会有这个在啊，这个在经典里面常见到啊。好，那它的意思你看啊，虽空我们从中论来解释，其实一样的，其实一样的东西啊。他说虽空亦不断啊，空其实就是缘起啊，其实就是无我啊。我们来讲这个空跟有啊，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东西啊。这个是佛法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念，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不容易理解这种东西。那怎么样才能够比较能够容易理解呢？其实就是你要常常如理思维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再怎么想，我们现在不管再怎么想，因为我们是带着有肉的心在修无肉，带着有我的心在想无我啊，那你怎么想还是有我，但是它趋向于无我啊。所以你要怎样怎么想啊，养成习惯，你静下来的时候或起烦恼的时候啊，那你要常常想烦恼的是谁啊，那么谁在起烦恼。当然你第一个要先理解我起了什么烦恼啊，你要先看到自己的烦恼，有贪嗔有贪有嗔，然后你才调伏烦恼嘛。然后你还要想，那么静下来的时候要想，那么佛说无我，那到底谁在起烦恼？烦恼也没有实性，那到底为什么我会执取这个烦恼？烦恼也是缘起的，烦恼也是合合的，烦恼也是无常的，烦恼也是无我的。那你因为你常常想啊，就是说包括有时候我也会这样，我因为我以前常常坐车这边来这边去，这边来这边去，在这个道场挂单，在这个那道场挂单啊。那么你经常会想，那现在那么多人，有时候我坐车啊，坐那个高铁啊，坐火车啊，都很多人，那么多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心啊，那么我也是有这样的心，我看了那么多人，就好像那么多人看着我一样，那么这些人都是无我的吗？那无我，那为什么都会有？到底无我
啊，是什么意思？那佛《金刚经》讲佛能够知一切众生的心，为什么？一切众生的心都是非心，都是虚妄无我的嘛，所以他才能知道嘛。啊，那么你会了解到说，那么现在坐车的又是谁？那谁又在想我是谁？在想我是谁的又是谁？反正你就这样，你常常想，就像你常常思维无我，就趋向无我这样去想，受受想行识无我。那佛陀常常，佛陀比较就是自世的教法，就是观色如聚墨，受如水泡，想如阳焰，行如芭蕉，识如万花。或是简单一点讲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或是啊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电啊，那么都可以啊。但是你就会想，那么没有造业，比如说我们有造业，有造业这件事，但是没有造业的人啊，那么你要这样去想的话啊，那比如说他告诉你，衍生死无有来处，灭死无有去处。当我因这个人起烦恼的时候，那个烦恼是从哪里来的？当我不再起烦恼的时候，那个烦恼又从去了哪里？那这是一个，那烦恼是什么？那起烦恼的又是谁？那现在在想谁在起烦恼的，那又是谁？啊，反正就你有时候要常常这样想啊，就是说你要朝着这个无我的这个角度去了了分析，要静下来才能想清楚，要静下来，你不静下来，你没有办法想。啊，所以以前禅宗哦，他拖着死尸的是谁？啊，也一样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他因为假设，但是假设你那个我没有那个，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我嘛，心心所啊，它有一个我的这种概念，它这种概念其实很不容易去除，但是你再怎么想，还是用有我来观无我嘛。但是你用有我来观无我，趋向无我，但是你不这么想，你就一直啊，就算你积功累德，不断努力修行，你用有我来努力修行，基本上不跟出世间法不相应，就是它不相应于解脱法了。他有善根，但不一定有解脱善根，啊，就是你要常常这样想，常常这样想，有时候也要想，吃饭，吃饭的时候要想，你不要看哦，这个饭好吃不好吃，当然有时候也会了，啊，但是你单单很执着这个好吃不好吃的时候，或是很讨厌吃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要想，你还要想，那个执着的是谁，那个生烦恼的是谁，贪跟嗔嘛，啊，又是谁，啊。啊你很多时间可以想的，那就是你要养成一个习惯，得空的时候，你静下来，你就要想，就算上厕所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想，因为没有人嘛，你就坐下来这样想，啊，那么现在在上厕所的又是谁？反正就常常这样想久了哈，你慢慢，你这种思维啦，趋向于什么？趋向于解脱。那有哪谁知道哪一天你喝茶？被水烫到了，你就见到无我了，很难讲啊，对不对？你坐在上边看到流星，像佛陀一样看到流星啊，你就看见，但是因为你之前从来没这样想过，那你学佛也没这样想，所以你不可能哪一天啊走路走到天家来，人家讲啊，因无所住而生即心，你开悟，没办法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从来没这样想过啊。那你茶杯烫到破了，你不会从此看到无常。你只会觉得啊，又要花钱买一个了，所以观念会不一样，习惯性想法，啊，那如果那个茶杯很值钱，你就觉得很可惜，啊，那么如果那个茶杯不那么值钱啊，你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但是你会觉得今天真倒霉啊，反正就是那个心不一样哦，你怎么想，那你要习惯养成习惯，啊，所以眼生死，耳生死，无有来处，无有去处，它基本上是告诉你，我们面对境界。起的种种反应，这种反应都是缘起的，它不是真实有一个法，啊，包括你听到的声音，啊，那么听到恶声，听到赞叹声，啊，那么它都不是有真实的这个法存在，啊，那所以他这里讲，虽空亦不断，虽有啊，我们要讲空跟有的概念，啊，空基本上，大圣基本上比较多讲无自性。无自性跟空，比较强调无自性跟空。佛法基本上比较讲无我跟无常。
有无常之无我，那么基本上有无自性之空，空其实是无我，空其实就是无我，它就是无我。只是这个无我，只是这个无我，人无我法无我啊，人空法空。那当然啊，针对部派跟外道啊，针对部派跟外道再说，大圣基本上只要讲这样，阿含经也讲空，我们讲第一义空啊，但是啊就比较少啊，小空经、大空经、第一义空经啊，人无我法无我。那么通常来讲啊，那么有两个观念叫做常跟断的观念。佛法无我，非常非断，就是无自性，自性就是常，非常非断。从生命现象来讲，还是从它的世间的现象，比如说业报的现象来讲，啊，那都可以，就是法的现象，啊，或是生命的现象。那么常一般来讲，啊，常就是啊恒常，通常就是即应我、离应我。这个叫常见。那么断见啊，啊，断见啊，那佛法是非常非断的，啊，那断见啊，如果你认为没有业报，那也是错的，那断见；如果你认为有我在受业报，那个就是常见，啊，那所以他基本上这个，如果从我来讲，他是离运我跟即运我。啊，是从我说啊，是离运跟即运，啊，这个运就是我，这个色就是我，即色是我，即受想行识是我，啊，离色是我，离受想行识有我，啊，那另外有一个所谓的相在我，啊，它其实是在离运我里面，啊，或是在即离运我里面，啊，色中有我，我中有色，啊，相在我。应该是这样啊，离运我，相在我，相在啊，一般写相在啊，啊，色是我，离色有我，啊，不是，啊，它是色中有我，这无运中有我，应该讲运中有我，我中有运，啊，运中有我。我中有运，那么这个都是常见跟断见。好，那这里主要是就人来讲，只要就人来讲，啊，那就法来讲也是这样，啊，我们先来看啊，等一下你叫烦恼，烦恼是一个法，啊，业是一种法，作者果报也是一种法，这个都是法。那么作者、受者啊，受报的啊，受者、作者、受者。啊，那么这个都是人，啊，那么不管从人还是从法上说，啊，它都是世俗中现有的，你可以看得到啊，啊，那么都是世俗中现有的。可是这种有就是一种存在，啊，现象的一种存在啊。那么虽然可见可闻啊，但是啊，没有一法实有自性。不管从人讲，从法讲。啊，比如说烦恼，啊，烦恼这个法啊，什么法？什么烦恼？什么烦恼？啊，贪啊，嗔啊，痴啊，啊，当然都从人而有的啊。那么这个业，啊，然后报，就是讲这里讲的罪，这里讲的罪跟福，啊，罪业、福业啊，罪报、福报啊，苦跟乐啊，这一些啊，那所以业果报。善业、恶业，一般我们讲叫做有漏业，啊，业基本上是这样的，啊，分两种，有漏跟无漏。从业来讲，
啊，如果从法来讲，分有为无为，啊，从一般来讲，有为法无为法，啊，那么从这个业来说啊，可以分，从烦恼跟业来讲，有漏无漏。那么有漏业啊，有漏业又有善跟恶，啊，无漏业没有恶啊，它是清净业，它叫净业，善业、恶业、净业，一般我们叫净业。那么净业都是从如理思维而来，啊，那这个恶业、善业、恶业受的报，我们就叫做罪跟福，啊，这个叫做罪，罪报，这个叫做福报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。所以他这里讲啊，罪福亦不失啊，这个业报啊，相续亦不长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啊。不管是烦恼业作者受业报的人啊，果报啊受报的人，还是果报本身这件事，都没有一法实有自性啊。佛法基本上都是讲无自性，自性就是什么？自性就是啊恒常独一啊，它基本上恒常独一啊，应该写这样。自信它基本上是恒常独一自主，啊，是我的概念。那么，但是我不一定指这个人啊。那外道里面有很多有实在性，它实际是就是实在性，啊，它是一种实在性。那法的自信基本上就是它是一种实在性。实在，那不会改变、不会变化的，独一的存在，单独的存在。所以一一法啊，那么都一般来讲啊，比如说布派他也这么认为，一一法有那个实自性啊，那么人没有啊，但是法有啊，那么和这些法一一和就成为啊，这些宇宙的万象啊。那外道也这么讲，那布派里面讲啊，法有自性，但是人无自性，那外道。法有自性，人也有自性，啊，但有一部分的人是想断见的啊，其实都没有，啊，那这个是我们讲到啊，这里啊，说到这个啊，虽空亦不断，相续亦不长啊，罪福亦不失，如是佛，如是法所说。那前面有业亦有果，无作业果者，此第一甚深，是法佛能见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无我啊，无我，但是并不是没有业报啊，并不是因为你说没有业报，那个就是啊断见了啊，业报是有的啊，有因有缘就世间起，有因有缘就世间灭。不过不管是烦恼业啊造业的人，还是受业的。果报以及受报的人，啊，这个都不是，这一些都不是实有自性，啊，那么不管从人上讲，作者受者，以及从法上讲，啊，就是烦恼业果报，它都不是实有自性的，只是这样的因缘和就有这样的法存在，啊，那么这样的因缘消失，这样的法就消失，啊，其实这样的。那么这里是讲到啊，讲到这个闻啊，如是我闻的闻。好，接下来讲一啊，那一也都讲，你看啊，一时的一啊，如是我闻，如是是一个啊，那我闻一时啊，一也有的讲，时也都讲啊。好，那这个一讲的可多了啊，那其实。这个它是龙树借着这个这一些经文来解释佛法的很多概念，啊，那因为把当时啊外道啊或是部派里面一些错误的观念，借着这个般若经啊，因为般若经也不再讲这个如是我闻一时的，般若经的重点不在这里，般若经的重点在讲无自性、无我、人空、法空，在讲空，啊，但是他就借着这个。经文啊，如是我闻一时来讲空，气是这样的啊，
所以也并不是说重点不是在解释那个经文，啊，而是这个经文重点的内涵，主要的内涵，啊，好，那么一者今当说，啊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啊，这一者，第一个啊，我们看他的标题，他说这个随世俗说有一时无咎。那么这个是他经文里面的论文里面的了啊，《大智论》里面的啊，随俗说一时无咎。好，问曰啊，有人这么问了，啊，佛法中啊，就佛所说的法里面，你们的佛法里面啊，数十等法实无，因入此所不摄啊，何以言一时？好，那么数跟十。那到底有没有啊？佛法中《阿含经》里面是讲没有的，没有这个十法，但部派里面就不一定了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法的概念，啊，部派的话，它十的话，有些部派是讲有的哦，啊，因为部派像有部一切法有。那么有些部派讲时间啊，时间空间啊，十方，这个方就是空间啊。一般我们讲法啊，法有法的概念蛮复杂的。不过我们法是一种，如果讲法的话，从现象来说，就一切现象啊。那么它一切法，佛陀一般是以十二处来分。啊，就十二处就是一切法，啊，通常比较详细的说，十二处是一切法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色身香味触法，它不外乎就是色法跟心法，不外乎这个啊，它叫做一切法。那么一切现象，我们能够觉察、能够了知的、能够辨别的，啊。那么不外乎是我们感官所能够接触到的啊，这一般我们一般叫做认识论啊，色身香味触法。那个就是一切法，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了啊，这个之外就是无为法了啊，这个是有为法就是这个。好，到了部派的时候啊，这个是阿含经里面讲的了啊，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基本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色身香味触法，啊，那后来啊又把无为法包进去，有为法、无为法啊变成一切法，到了部派，啊一切法说的可个就多了，啊，那么这里不外乎就是色法，啊这个也是色法，这个都是色法，啊那法尘里面有些是色法啊，那这个是心法。那由这个是心所法，啊，那道部派里面啊，一切法已经不是这样了，啊，那部派里面讲的各个部派讲的不太一样，啊，那但是如果我们依据舍论，据舍论大概是应该是五世纪的啊，就是也大概在龙树之后。部派流行的时候，啊，哎，不是，啊，就是部派跟大圣是同时并存的哦，啊，那么世迁把这个部派的要义整理出来，啊，但是部派其实非常多种说法，但是它基本上它的一切法的概念已经是这样了，啊，有为法、无为法，啊，如果阿含经一切法，它就是只是十二处是一切法哦。阿含经明文说，和所谓一切法者，十二处是一切法啊。那部派里面的一切法已经是有为法、无为法。那有为法有多少，无为法有多少，又不太一样，又不太一样啊。就各部派讲的不太一样哦，像那个时间呐，啊，那个在部派里面它是实有的哦，它也是有的哦，啊，有一些它也是讲实有的哈。那么因为它是法有的概念嘛，法有的概念嘛。好，那有为法他就把它分成啊四种，色法、心法、
新说法跟心不相应。心不相应行，好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好，后来包括那个时间，就是非色非心法，非色非心法。因为佛法里面它基本上就分两个，就是色法跟心法而已。有佛法里面就法色法跟心法，但是有一类的它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，所以它就归类在非色非心法。比如说像时间这种东西，还有空间这种东西啊，它就归到非色非心法。好，那无为法里面啊，无为法里面原来佛法讲的所谓无为就是涅槃。那有为是世间的一切现象，就十二处所切的。那么到了部派啊，无为法也讲很多啊，到底有几种无为，加起来可能有十几种啊。但是因为各个列的不容，你全部把它列起来大概十几种啊。但是就是最多的部派讲到九无为，但是各个讲的九无为、三无为、六无为不一样，啊，所以你把它汇起来可能有十几种。但是一般来讲，最多讲到九无为啊，九无为里面也有很多种啊。那么虚空无为啊，一般来讲，聚舍论啊，依聚舍论来讲，这个是聚舍论的，所以叫做无为嘛，啊，就非色非心法无为，然后包括这个四个，这个一个叫做无为，就五位七十五法。那五位七十五法啊，一法它都有它的自信哦，它是实有的哦，啊，就部派是讲这样的啦，啊，但是这里包括时间哦，啊，包括时间。那么无为法里面，无为法里面啊，虚空一般就是涅槃啊，一般涅槃就是无为法，其他的世间都是有为法。那涅槃它把它叫做则灭无为，则灭无为。那除了则灭无为，有非则灭无为啊，从法有的观念啊，有非则灭无为，然后有一个虚空啊，虚空无为啊，就变成无为法了。所以所谓一切法的概念已经产生变化了啊。那你说时间，佛法里面时间是没有的，那不一定哦，部派里面有些也讲有啊。好，那不过在基本上来讲啊，从大圣里面，那么其实一切法都非实有啊，数也是啊。那这里特别讲这个数，因为一是数嘛，数词，一是数词，它是针对圣论师说的，所以底下这一段都是百论，百论是龙树的弟子提婆在破斥圣论师数论圣论。六派哲学里面有数论圣论啊，六派尤其在这个龙树那个时代，六派哲学已经兴起了，所以龙树的很多观念，中论啊，百论，尤其特别百论在破斥圣论，像讲一这个东西，数的这个东西，是跟圣论有很大的关系啊。因为圣论里面有九种实在法，那么数词这个一是这个九种实法里面有相属的关系啊。那我们先讲一下，就是六派哲学，六派哲学跟六师外道不一样哦啊。六师外道是反婆罗门的，是佛陀时代就有的。六派哲学是尊婆陀罗门，尊婆罗门的，是尊婆罗门的，那是佛灭后那么才有的啊，那不一样啊。那大圣里面啊，不管是中观、唯识、如来藏啊，那都跟六派哲学有一点点关系，特别是像中观，他在破斥，基本上很多都是在破斥啊六派哲学里面的一些东西啊，特别是数论跟圣论。那像这里讲一时的一啊，这里面是提婆在破斥圣论的。像唯识就跟正理学派讲因明，因明是从正理学派来的啊，那结合正理学派的说法。像如来藏啊，可能也结合了啊弥曼差啊，或是结合了一些六派哲学一些观念啊，那么是有的哈。那六派哲学里面啊，比如说数论、圣论啊，这个龙树不是龙树，玄奘也有翻啊，经七十论啊，然后圣论
慎终时据议论啊，一卷啊，那么数论慎论，弥漫差啊，那么沸谈多啊，那么正理愚浅。或者叫弥漫沙啊，弥漫差，或者叫弥漫沙啊，那么沸谈多，那么这一些哈，这一些它都是比较哲学的，啊，哲学的概念就有一点名相特多，而且就是玄上学，比较玄奥了，啊，比较玄奥的玄，我们说玄义啊，就是它比较啊形而上的啊，就是有很多的概念。啊，形而上的概念特别多，那么纯粹都是纯粹比较重在辩论跟那一种哲理方面的，啊，那但是如果从佛法的角度看，佛陀不太讨论这一些东西，啊，前面就讲过了嘛，他不在辩论，佛陀其实不太不把心力放在啊，比如说世间到底有几个法，啊，要有几法啊，那么这些法啊。那么它的属性是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他其实不再研究这种东西，他重点的就是你要怎么得解脱，他所有的心都放在解脱上，他不去问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，啊，那么到底有多少尊佛啊？那么这一尊佛，这个劫数是怎么算啊？那这个劫数会出现多少尊佛？其实佛陀没有把很多的重点都放在。他不太会详细去说这些东西，也不太会很详细的论究啊，这个法的意义的啊，比如说这个就像这个海有几粒沙一样啊，他不太会去，不太名相上也不太会分析到那么细的啊。但是后来慢慢啊，也许就两个，一个受到六派哲学的影响，一个也受到六四外道的影响，所以有很多宗教的仪式化。形式化，啊，就宗教的仪式化、形式化，那么我们的华会很多都是受六四外道的影响。我们的华会很多受六四外道的影响。那后来的大圣三系，啊，那以及部派有很多是受了，就是对法义的这些辩论，或是对法义的这个分析，有一些其实也受了六派哲学的影响。就好像佛法刚进来中国的时候，啊，难免也会久了，它也受儒释道的儒家跟道家的影响，啊，用儒，因为四书五经我们很熟嘛，那这个他们的印度的啊，这些有些六派哲学的东西，他们的读书人很熟，所以难免都会掺杂在一起，渐渐就用他们的方法来解释佛法，佛法后来就慢慢走向比较讲的都非常深奥了。啊，让人家不容易明白，啊，就是说你把那个像部派论师在讨论的，那你说那一些人，他拿一本《大毗婆沙论》给一个人去读，他研究完，他差不多要往生了，啊，那他如果你能力不是很强啊，你有在读书的都不容易研究到清楚了，你没有在读书的，一般的人怎么可能得解脱？但佛法的重点在得解脱，啊。就好像你要先确定一条路，这一条路是可以解脱的，那么你就照这条路走。他不再研究这个山形啊、山地势啊、山里面有几棵树木啊，哪几棵树木是有长水果的啦、啊、有开花的啦、啊、开几朵花、长几片叶子啦、啊，这个没有再研究这么多的啦、啊、但是因为后来啊，那因为就是也受了这一些，我们会发现到他受了六派哲学的影响。所以在法义上就越讲越细，越讲越细，啊，讲到其实看起来好像跟解脱有关系，其实也跟解脱没什么关系，啊，甚至后来所谓十四无忌，佛陀不讲的，后来都在讨论了，啊，就很麻烦。那这里讲到圣论，圣论讲这个数，啊，数基本上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这些，它特别是一，啊。一的话，它是圣论，它讲到有九种实在，九种实在，就是九种实在有自信的法，
有九种，这个世间有九种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，然后啊，它有九种实在，就是有这个实在就是自性，啊，就是它本来就存在，它不会消失的，有九种啊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我、十方我。自信十方我，十方我以及灵魂自信，我看一下是什么。十方我，还有一个什么？我来再来看。找一下到哪里？自信的样子啊！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找到了再跟大家讲啊。我写起来，不知道写在哪里。不然要找就找不到哈，好，没关系啊。那基本上啊，他这里在讲到啊，我们说到这里说，这里说到这个，数十等法十无啊。我们说部派里面有时候时间它也不是实无的，有些也认为时间是实有的啊。那么数的话基本上就不是啊，但是啊，他这里有讲啊，他这里有说到因入次因入此所不摄啊，那么因入此基本上是蕴处界啊，基本上这个此是蕴处界。那么这里针对基本上是针对圣论啊，基本上是针对圣论的说法，圣论师的说法啊。就等一下我们再来看，因入此其实是蕴处界啊，因入此啊，这个其实是蕴处界，不同的方法了啊啊，五因五蕴六入六处啊啊，六此六界好啊，所以他这里说。他说：“所不摄故啊，就是并没有蕴处界里面都没有啊，就是说你这个数跟实不在摄法，因为蕴处界就两种嘛，摄法跟心法而已。它也不是摄法，也不是心法，它是什么？非摄非心法啊，它是非摄非心法。所以他说是蕴处界所不摄。那么既然蕴处界没有摄都没有。”啊，那为什么你既然都没有一没有十啊，没有数没有十嘛，那你为什么要讲一十啊？那他是说啊，随世俗随世俗故无咎，随世间的说法啊来说这个一十其实是没有过失的啦啊。那他为什么呢？他说若化啊泥木等作天相，
就好像啊，你画这个，你画像，或是用你画这个神像，或是用泥土塑造一个神像，或是用木头啊来做一个神像啊，天像、天人像，不管你是用画的，你是用泥土做的、泥土塑的，还是用木头刻的，你来做这个天像，念天故，礼拜无咎。虽然那个不是天啊，不过你依这个啊，为了你要意念这个天，那么你也不能说啊，那个都不是天，你为什么要拜他啊？一样，那么这个是随世俗的啊，所以没有过失，所以也是这样。现在我们说一时啊啊，我看到了啊，那么数论把九种十法，一个是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，还有一个意啊啊啊，还有一个意。这种有时候写一写你要找就找不到、啊、不要找的时候他自己又跑出来了、啊、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一种、啊、那么这个是九种实在的自信，都是实法。那一这个数是九种实法里面所设、啊、一这个数是都在这个九种实法里面所设、啊、它叫做德啦、啊、所以它叫做德聚义，就是一是九种十法所设，啊，好，那么我们把这个讲完啊，要下课。那么他说：“说一时亦如是，也是这样。虽然没有实在的一时，随着世间说一时，其实这个是没有过失的。”好，那么底下后面底下啊，全部啊这一些。蛮复杂的啊，一法合合故，物名为一。若十五一法啊，然后后面一品是一义，如因提离释迦一是一，这个都是百论里面的东西。那百论其实都是在破斥圣论的啊，破斥圣论啊，圣论里面，但是因为我们说过，我们为什么看这个看不懂？因为我们不知道圣论在说什么，我们没有去读他们六派，就好像有一些外国人。看我们的成语看不懂，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成语的典故在哪里，啊，那所以一样，我们没有印度人才有他们习惯读的，啊，他们的文化，所以我们说有文化上的障碍。第一个有文字上的障碍，翻译啊这些来的啊。那么比如说眼耳鼻舌，眼真实无有来处，啊，去灭时无有去处，那我们就会习惯从这个眼上去做理解，不是，它不是眼的问题，那是眼耳鼻舌身意。那也不是眼耳鼻舌身意人，他是这个人的问题啊，这个人的身心的问题，心心所的问题。那也不是心心所，是心心所直取有我的问题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你不知道，你就一文解义，你就不容易理解他在说些什么了。那我们现在你看他底下，如果你自己看，真的是看不懂。像我，你看我写了这么多，我写到我自己都不知道写在哪里了啊。那么就是这个是其实是很不容易。你先要去理解数论、圣论在说些什么，那百论在说些什么，然后你才能够知道那大智度论在说些什么。因为大智度论是引百论的啊，百论是提婆做的，提婆是佛龙树的弟子啊。那么或者是提婆里面那些是引大智度论的，不知道啊，也许也是提婆的百论里面写进去的，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，他可能是引大智度论的。或者是大智度论引这个百论的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提婆的。那但是啊，就是或者是说提婆把龙树交给他的东西写进去百论了啊。那我们要知道，他基本上是破斥圣论的东西。那圣论对一的看法，就是这个数，其他的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又不一样哦。啊，一是常的，那也有常也有无常。那二三四五六七它都是无常，但是它也是存在的。那它都是从一而来的。它是从一而来的，反正这些概念一般我们不知道了，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啊，讲这个是在讲什么啊？那为什么一啊，它有这样的这么多说法啊？其实它就是我们说它借这个来破斥外道的一些实有自信的概念，因为般若经的重点就在讲无自信，就在讲无自信，然后它借这个来讲啊，讲部派来讲外道有自信的概念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底下这个比较复杂，我们就下个礼拜再来讲。好，大家合掌回向。
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